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江西省委对中央决定的坚定支持。会议强调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并呼吁全省各级领导加强安全责任，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我们将转向国际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谈，双方达成了实质性共识，将签订情报保护协定，以加强两国的安全合作。岸田也承诺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最后，我们来到新加坡。根据总理办公室的预测，未来十年新加坡的死亡率将会超过出生率，这一趋势引发了对人口老龄化和政策应对的广泛讨论。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江西日报报道，江西省委常委会于9月23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对新余家乐苑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结果进行通报。会议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次事故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尽快查明原因并严肃追责，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省委书记尹红指出，要从此次惨痛教训中汲取经验，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并提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位。共同网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谈，达成实质性共识，推动两国之间的情报保护协定缔结。泽连斯基对日本在对俄制裁和对乌克兰支持方面的努力表示感谢，并授予岸田勋章以表彰其贡献。岸田重申，日本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并介绍了即将在基辅设立办事处的计划，以推动经济重建和深化两国合作。在同一天，岸田还主办了 FMCT 之友小组会议，旨在启动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公约的谈判。此次会议吸引了包括拥核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参与，强调了核裁军的重要性。岸田在会上警告称，部分国家的核武器增强可能引发军备竞赛，并重申了向世界传递核爆真相的必要性。他承诺将继续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努力，展现了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积极姿态。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9月23日在纽约出席了一场推介日本食材和美酒的活动，旨在提升日本的旅游吸引力。他在活动中是饮了来自石川县轮岛市的清酒，并提到7月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新舄县佐渡岛金山，强调日本的丰富魅力。此外，岸田还期待明年大阪、关西世博会的到来，呼吁更多游客前往日本。活动中，岸田品尝了使用北海道扇贝和富山县石鱼制作的美食，展现了日本各地的特色食材。环球时报报道，新加坡总理办公室近日预测，未来十年新加坡的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若没有移民的补充，人口将自然减少。2023年新加坡公民的死亡人数达2.5万，较2014年增加了40%，而出生人数仅为2.9万，减少了13%。为应对出生率下降，新加坡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包括提供婴儿奖金和延长产假等。然而，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65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在2030年占到25%，新加坡面临的人口挑战愈发严峻。明镜电视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及政府的救市政策。近期，习近平政府推出了5项政策，包括降息和存量房贷减免，试图刺激经济复苏。尽管市场对此反应积极，专家们仍对这些政策的长期效果表示谨慎。与此同时，外籍人士康明凯的遭遇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他在华接受长达9小时的审讯，凸显了外籍人士在中国的复杂处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面临反思，过去依赖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增长模式急需转型，未来的经济复苏之路仍充满挑战。今日华尔街报道，南北韩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韩国对北韩发射的气球行动表示强烈反对，并誓言将采取军事回应。这些气球的出现不仅造成了航班的暂时中断，还引发了对北韩可能携带有害物质的担忧，令两国关系更加紧张。韩国政府的立场显然是希望通过强硬措施来遏制北韩的挑衅行为，以维护国家安全。经济日报指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决定将利率维持在4.35%，这一决定在市场上并未引起太大波澜。然而，全球其他国家纷纷降息的背景下，澳洲的经济竞争力引发了广泛关注。尽管通胀水平有所下降，但仍高于目标范围，市场对于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一状况让人们对澳洲经济的复苏之路产生了疑虑。
华尔街中国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孩童事件频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深圳一名日本小学生遇害事件，甚至闹到了联合国。王毅在与日本外相的会面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显示出国际社会对日本儿童安全的关注。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公众对日本社会治安的担忧愈发加剧，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也让人们对未来的安全环境产生了深思。中央社报道，国民党立委洪孟楷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卓荣泰时，提到总统赖清德未与在野党沟通的现象，认为这对国会的共识建立至关重要。卓荣泰回应称，总统自有判断何时及如何与在野党沟通，并强调尊重宪法结构，启动院际协商需谨慎。洪孟楷则表示，国家的进步需要团结合作，期待能在国事会议中与在野党交流。卓荣泰则指出，行政与立法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重申党务交流由各党主席负责。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务会议上对在野阵营提出的韩朝无需统一观点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些政客的态度转变令人费解。他提到，曾积极推动统一的政治人物，如今却主张接受现状，甚至建议修改宪法。尹锡悦对此表示无法接受。他警告，放弃统一的想法将加剧韩朝之间的矛盾，增加半岛的安全风险，强调推进自由民主和平统一的责任。明镜新闻台报道，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人民银行推出降准、降息等五项措施以刺激市场。尽管股反应积极，专家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与真正的经济复苏还有距离。同时，康明凯在中国被审讯的经历引发关注，川普则表示，若再次当选，将要求习近平遵守贸易协定，显示出国际间的紧张关系依旧存在。经济日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指控以色列试图挑起冲突，以将伊朗卷入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他强调，伊朗希望在中东地区保持和平，并警告以色列的挑衅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佩泽西奇扬作为相对温和的政治人物，承诺推动务实外交，并在面对哈马斯领袖哈尼亚被暗杀的提问时表示，伊朗将适时回应任何侵犯其权利的行为。他的言论反映出伊朗在区域政策上的坚定立场，强调支持抵抗运动。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政策圆桌会议上对农业机械公司迪尔发出威胁，警告如果该公司将部分生产线迁至墨西哥，他将对其产品征收200%的关税。特朗普批评这一决定伤害了美国农民和制造业，重申保护本土生产的重要性。迪尔公司则回应称，虽然致力于美国制造业，但有时为了优化生产效率，必须将一些低复杂度的工序转移到其他地方。同时，特朗普也对汽车制造商发出类似警告，要求他们保持生产线在美国。网易报道，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马达加斯加总统安德里·拉乔利娜与夫人获赠了一幅簪花仕女图的仿制画。这幅画是灵境人民艺术馆推出的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系列之一，展现了唐代仕女的优雅与内敛，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通过这次赠送，双方代表共同探讨了中马友谊及未来合作的可能性。灵境人民艺术馆也通过复制经典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国际交流。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
to know. Never stopping, always go. Scrolling, swiping, reading on. Daylight breaks in the dawn.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can't get